中式父子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，他们是君臣，是世仇，是朋友，唯有双方有一人躺在病床上时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父子。当饭桌上有你爱吃的菜时，妈妈会一直给你往碗里夹菜，而爸爸会选择不吃那盘菜。中式父子之间的爱是深沉含蓄的，唯一的沟通就是行动。父亲作为最不被理解的角色，几乎一生与儿子之间都在拉扯中，只有在生命最后分手的时刻才可能会被理解。那时候回忆起的画面就已经成为片段幻影的镜头了。刷到这个视频，证明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大胆留下一句爸爸我爱你，愿我们的爸爸一生平安福寿安康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